san si ti hom om guru r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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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 si ti hom。让我们再谈女色两个字。这个我们上一回啊提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对于美女的这个观点啊，跟世俗人不同，因为佛陀他毕竟是很有智慧的，他观察到美女的这个内在。一般人的观察只是表皮，就是他的皮啊，他的表面啊。那么佛陀的这个美啊，所谓的美女，他在这个七女经里面有提到。七女经是因为一个叫做啊婆罗门啊叫玛哈密的人，他有七个女儿，都长得非常的美。那么他有一次啊，他就是把他的女儿带到街上游行，游行整个城市整个西体，让大家看他的女儿的美，好像选美一样的，让大家看我女儿有什么缺点，美不美。结果整个城市整个国的人啊，都说无一不美，没有一部分是丑的。哇，这个就是可见这七个女儿啊都是美如天仙，像七仙女，刚好是七仙女一样的那么美。这个玛哈密啊就带到佛陀那里，跟佛陀讲他的女儿都是很美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并没有讲他的头发是猪毛啊，啊，眼睛是南无呢啊，南无呢就是那啊玻璃珠啊，他的脸啊啊像月亮啊，月亮不太好，应该像什么呢？嗯，糟糕，想不出来啊。讲他的身材啊怎么样啊，佛陀并没有讲。佛陀只是讲他的观点，对美女的观点。啊，那个玛哈密问佛陀：“我的女儿美不美？”佛陀讲：“他眼中的这个美女是这样子的，他的身材啊，很端正，身材很端正。”那么他的嘴啊讲出来的话是很柔软的，是善语的，是正语的。那么没有一句话是虚假的，都是很实在的语言的。而佛陀讲啊，而且这个小姐本身的意念呢、啊、是非常清净的，他没有不好的念头的，没有邪思，没有恶行的。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才是美女啊。在七女经里面呢也有记载，释迦牟尼佛对美女的观念，身体是端正的，口是正语的，他的意念呢是清净的，这个才是美女。这释迦牟尼佛看美女跟一般人看的美女不一样，不同。这是在七女经里面所记载的啊。关于女色方面我提到，我们男的行者不一定是排斥啊，说那个这个女色便没有排斥，因为女色也是众生，他们一样可以学佛，一样可以修行。在现代来讲起来，男女、啊、是平等，
男啊，你完全是平等，一样可以学佛，便不排斥，便不拒绝，便不像以前一样的，好像是说这个啊，有必须要隔离呀、啊，必须要怎么样子了？便不一定是这样子。但是呢，在男的行者本身来讲起来，他必须要超越这些。假如你本身有心中有所迷念的话，你应该要修白骨观。你要看这个你色的内在，而不是看它的外在，外边的表面的，并不是只看表面的。按照佛陀的本身的意思，佛陀本身也是看内在，而不是看表面上的形象。我们行者啊，到目前为止认为所有的外境啊，全是幻，那所有的女色一样都是幻，你必须要超越这个幻境，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这个啊，这个悟性，你才能够开悟的。所以表面上的一切的有形有相，事实上女色也跟山一样的，也跟水一样的，也跟所有的花一样的，你都能够去看透他们的话，你才能够超越，而且才能产生定力出来。假如你不能够超越这一些呢，那么就是被环境所绑，也很容易被女色所绑。那么所以这些例子里面呢，讲起来，假如被环境所绑的，被女色所绑的，那么女色就会变成祸水，就会变成祸水。假如呢，你本身拒绝的，完全跟女色隔离的，那么女色呢，就会变成白骨，完全拒绝它，女色就是白骨。那么我认为啊，这两个都不好，两个都不好。你去接触它，当然会变成祸水了，被它所迷惑了，那就会变成祸水。但是完全拒绝它呢，女色就是白骨了，对你来讲啊，你会产生这个厌恶的心，或者故意去拒绝的那一种心，也是不好。那你要把女色看成什么呢？在我们修行人讲起来，女色就是智慧，你可以从他身上啊学习到很多。所以密教行者认为女色是什么？是一种智慧，是一种智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从他那里啊，你可以学习到一种超越嘛，更高超的嘛，你可以跳出这个女色的范围嘛，你可以观察它嘛，你得到的是更高的智慧嘛。所以女色是什么呢？在密教行者眼中呢，就是一个智慧，它是智慧。所以你看啊，它也不是祸水，也不是白骨，而是一种智慧。这个你必须要很仔细的去想，你才能够知道这个女色本身呢，是一个很最高的一个智慧啊。今天就讲到这里。 Om Mani Padme Hum。